摆平自己的就是身，和合无争的就是身啊。所以这个叫做自性三宝。要不然诸位，我们说常住，常住，我请问你常住在哪里呢？事相的常住，任何事情就要讨论事相的常住。像我们文殊讲堂有一块土地，哎，这块土地上有建筑300平的文殊讲堂，总共包括地下室有8层楼啊，2000-3000平，2000多平。身就是我们这些身众啊，师父包括剃度的这些徒弟。诸位，如果这个是常住，叫做事相常住，也不能说错。什么叫常住？常住就是永恒的法身慧命，叫做常住呢。啊，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哪一天大水来，大地震来，要不然彗星撞地球，这块土地是迟早一定要毁灭的 啊。那这个道场100年不坏，1000年、10000年，那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可能撑那么久会坏？身，身是大本功，无因无我，身，身却在哪里啊？土地缘起性空，讲堂缘起性空，身缘起性空，诸位常住在哪里？常住在我们这一念清净心，自性清净心就是佛，就叫做常住啊。自性清净心所拥有的大智慧，洞悉的这个宇宙的真理，就是十方常住法。和合无争，以个人心理，个人没有情绪的矛盾，以世间人无争，以天地万物和谐，进入无争的状态，悟到毕竟空无所得的状态，就是身，十方的身，常住身，常住十方身。因此三归一仍然不能离开清净自性，离开了清净自性，讲三归一名为相说，名为相说。我们不能够把生灭变化的东西来当作常住，这个没有永恒。所以真正的三归一，除了外面的形式，最主要还是要体悟到啊，那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。三归一有2种形式，一参加教堂服事的宗教仪式，在佛前正式表明决定以佛法身作为立身处世的模范，如此就是一个佛教徒了，就像天主教的洗礼一样。二，自己在心中默默地以佛法身做立身处世的模范。这种人虽然没有参加皈依的宗教仪式，他当然也是佛教徒。诸位，还有一种叫做方便皈依。什么叫做方便皈依？比如说啊，师父现在已经做出来这个皈依的仪轨，比如说啊，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他在英国留学，他去俄罗斯，他也许是空服员啊，也许住在海上，也许住在空中，也许住在陆地，也许住在山洞，只要他至诚恳切的依照啊，他想要皈依，可是又不能来讲堂，或附近也找不到寺庙，嘿，有一个善巧方便，一心至诚恳切的跟师父的那个皈依仪轨，哎，唱诵念一遍，就是正式的佛弟子。哎，一心向佛吗？啊，一心向佛吧。诸位，菩萨界多不可思议哦！
菩萨戒戒律里面讲，如果啊某一个国度在荒郊野外没有三宝的地方，也没有办法受菩萨戒，比丘戒不行，这个受菩萨戒只要你拜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、文殊师利还有弥勒佛，那这三尊受菩萨戒啊，好，这样拜拜，每天都拜，求，每天都拜，这样子求，说我要受菩萨戒，我坚持受菩萨戒，然后受那十众四十八千戒，这样念啊，每天拜，有瑞相，有瑞相，即成菩萨戒，就受菩萨戒，不要经过任何仪式。比丘戒不行，比丘戒一定要三师七尊正，因为比丘戒是表法的，菩萨戒是表发心的，比丘戒他一定要经过三师七尊正，认同你受过三坛大戒，正式发证书，你才成为一个比丘。菩萨戒看发心，所谓瑞相，见佛、见光、闻香啊，乃至晚上夜梦吉祥，梦到诸佛菩萨灌顶啊，这看来看难了，好像很难，原来磕头磕了一两年都没看到什么东西，干脆去戒坛上受比较快了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有一个人老菩萨没读什么书，他以前呢、啊、来讲堂来拜佛，但老菩萨老是慢慢来，要排在后面。后来呢，去受菩萨戒，因为他也没不认识字，然后去受菩萨戒也听不太懂，很满意的。受菩萨戒以后回来，要跟师父谢礼，要谢谢师父。跑到讲台来，刚好我要吃饭，哦，他搭着个慢衣啊，为了法师，哎，就这么的，哎，我礼谢恩师啊，我说好，来批好了，向佛拜啊，向佛拜，拜完了之后，我就问他说，哦，你去受菩萨戒。你为什么受菩萨戒呢？他说：“我受菩萨戒以后，可以排前面啊，不要跟人家挤后面啊。”说：“哦，我说你下地也会排前面呢、啊，也不必跟人家挤到后面，挤到后面往生净土，你要挤到前面啊。反正他也搞不清楚，戒律也看不懂，也不认识字，哎。”所以啊，这个、啊、还敢流行的哈、哦，敢流行的啊！底下啊，既然做个佛教徒，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吧哈，因为现在已经，哎，我看8:35了哈，哎，我们休息15分吧，啊，再来哈。228页，啊，中间既然做个佛教徒，不一定要经过三皈依的宗教仪式，为什么佛教徒还是要行三皈依礼呢？大家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吧，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佛教徒们，使大家在同一个信仰之下，共同为社会服务，为人群造福，
为人群造福，同时也有立志自勉的意义在内，使自己警惕自己，从今以后我是佛教徒了，自己给自己一个承诺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时，以前就像昨天死掉一样，以后呢譬如今日生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过去的放下，现在就要掌握当下的意识，所以一定要抛弃往日的坏习惯、坏行为，改过自新，一切以佛的教导为依归，爱国家、爱民族、爱社会、爱亲戚、爱朋友、爱父母、爱子女、爱丈夫、爱妻子，努力实践佛的教诲，自我完成伟大高尚的人格。人格的完成就是佛了。诸位，这是站在佛的角度，佛教徒的角度，站在其他的教徒，这个爱国家、爱民族，问题就很大。那你的意思说，师父，那请问其他的国家不爱国家、爱民族吗？我举个例子吧，你才听得懂我现在在讲什么。譬如说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，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，这些士兵派到战场上去打仗，美国的士兵怎么说？我爱我的国家，爱我的民族啊。伊拉克的那些士兵，他也爱他的国家，也爱他自己的民族，他哪里有错？两个人本来可以做好朋友的，结果在战场上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就互相开枪啊，置对方于死地啊。为什么？大家都为国家存亡啊，要战啊，不惜一战啊。好，所以啊，世尊说，不管用任何的理由发动战争，就是一种罪恶。不管用任何理由所以我们呀，佛弟子很清楚，说实在话的，碰到战争这种事情也是一种业力，很无奈的业力，也大家都不喜欢，这个很悲惨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爱国家、爱民族，还要有智慧啊，这个还是要有智慧。人格的完成就是佛的。综合以上所说的，要想做个佛教徒，努力实践佛的教诲，以达到成佛的目标，修行的途径是这样的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用简单的话来说，我们做了佛教徒，信仰了佛教以后，就深信不疑，就要努力的去研读佛学，了解佛的教理，这个是解。知道佛的真理以后，还要进一步的去实践，照着佛的教导去修行去行，如此精进不懈，贯彻始终，最后一定能够证得涅槃的境界。涅槃就是没有疑惑，烦恼不生，超越了生死大海，到达彼岸的意思。亲自证实佛所说的一切道理，众生都是未来的佛，真的都会成佛，这就是证。后记，佛教的精神与特色，能够顺利的出版，连我自己
都难免感到惊奇。由于教学工作的繁忙，使我很少有提笔写作的时间，因此常常写写停停，有时在学校写一段，回到家里又写几行。本书不能一气呵成，缺乏组织和条理，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不瞒同学说，好几次我真想错笔作罢。我犹豫的原因有五：一，佛学浩瀚无垠，就无涯了，义理艰深，自己所知所学有限。林老师很谦虚哈，能写这本书的还这么谦虚啊哈。怎堪担当此项重任，向青年学生介绍佛教呢？我恐怕扮演的角色不能得心应手。第二，既然本书是以学生为对象，那么内容必须深入浅出，所用的名相术语不能超出同学的理解之外，因为你太过艰涩，你根本听不懂看不懂啊。这一点使我大费苦心了。举例来说吧，说到涅槃，说到佛性，我就尽量用另一个字眼来代替，或加上一段文字来解释。明明知道这只是兜着圈子转，并没有深入堂奥重心，要登堂入室吗？但我想与其让同学茫然不知，但我想与其让同学茫然不知，没有兴趣再看，不如暂时使同学有个简单的概念，殿下将来深入研读的基础，这总是好的。然而天下事有利就有弊，我担心因此失去了佛教的特色和精神，失去了它的完整性和真意。就像我伸出食指指着月亮说，大家看啊，主要是叫你看月亮。聪明而有智慧的同学晓得我要他看的是月亮，而少数缺乏悟性以慧根的同学却把目光停留在我的食指上。大家看啊，他竟然看我的食指，我是叫他看月亮，他看的食指。实在文字上的就是看食指，能明心见性的就是看月亮。这不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差一点点都不行。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，我差一点点就开悟，你记得，这叫做没有悟。那个开悟叫做绝对，悟入绝对的空性，悟就是悟，见性就是见性，不见性就是不见性。见性它可以对答，如流纵横自在。所说出来的任何的语言行动，没有一样不合乎佛的本意本心，这叫做见性。还要透过头脑想一想是跟不是，这就不是见性的人。因此啊，说哎呦，我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都不行啊。不过多少来有少许的悟也不错。三，内容的取舍缺乏客观的标准，所谓药无贵贱，对症则良，你要对症下药啊。法无高下，应急则宜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讲这个最上圣论，对一个初级的人呢，不受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佛教的精神与特色？
就是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，师父你讲的法很好，你是悟道的人，很可惜我们这些初学佛法的人听不懂，希望师父慈悲讲一些粗浅的让我们听得懂的，又是正信的佛教。所以诸位，我就是选这一本，就是因为有人用电话信件来反映，哪一种佛法的道理才是同学们所最需要的，这就很难句下结论。句就是马上或者突然。佛法是一门系统分明组织严密的学问，更是一条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可以修行正果的途径。所谓牵一法而动全身，其相互间的关系十分密切。谈四谛不可不谈十二因缘，谈十二因缘不能不说六度万恨。又说佛教的宇宙观，就不能不说人生观。如此下来，就写了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也无法向同学们交代清楚。因此本书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佛理，只浅谈了三法印、法事一、五戒、十善、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万恨，就是佛教徒的四种试验等等，不能说是一大遗憾。诸位，我常常说佛教的精神已透彻，这本书等于把整个佛教的轮廓做一个素描，素描。研究了这一本书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整体性的佛教的伟大的精神，还有佛教的伟大的特色。所以师父还是很赞叹，再一次的赞叹林老师的这本书啊。但我已经说过，本书只想让同学们对佛教有关简明的了解和印象，至于深入佛法大海啊，沉潜于智慧法乐，就要靠自己进一步去努力探讨了。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把本书所遗漏没有谈到或不够深入详细的，再写成一本较完整透彻、较丰富充实的书，替有心研究佛学、有倡议了解佛教的同学服务。是出版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对一个薪水阶级的教师来说，总有不声负荷的感觉，何况这是一本严肃的书，常令人望而却步。不会像文艺、爱情、侦探、武侠小说那样的受欢迎，早在意料之中。不过啊，林老师啊，这一点算错了啊，是受我们佛弟子啊大受欢迎啊。第五，要谈佛教的精神和特色，有些地方不得不与其他宗教做比较。一只长角鹤不在群鸡之中，怎显出鹤立鸡群的卓然独立精神？我们同班同学这个名词啊，我是比较幽默的人。我们同班同学在上体育课的时候，老师就喊立正，我就啊从外面来跑进来。他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林学长啊真是激励鹤群啊，因为大家都很高啊。
我是一只鸡啊，他们是鹤啊，啊，鸡立鹤群啊。那我就是说，我以后就调侃自己说，我就是鸡立鹤群，哎，很高啊，很高大。所以我今生今世，我告诉你，我注定是要出家的。我啊，去跟人家上体育课啊，打那个篮球，人家左边传右边，右边传左边，然后哎，大家都长那么高。啊，那每次都拿到篮板球啊，也不会传给我，啊，传给我啊，我也不会投，那、啊、投就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一定中空了、啊，一框子以外嘛，哎，中空啊。啊上体育课我就在旁边念大悲咒，念阿弥陀佛。我比较行的就是排球、足球、乒乓球，乒乓球就是比较专一点，啊，那足球就比较厉害。那就是专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代表啊，哦，所以足球我们很会踢，啊，那像游泳呢，打篮球啦，你就看一个篮球在旁边晃来晃去，抢来抢去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激励鹤潜，是吧？啊，像这个，啊，王建民哦。投手，洋基队的投手，台湾之光，